说你的。哦、普通的选择两系统选择这个，三系统选择二三，智跑三系统选择。嗯，然后参数，那面右边不用设吧？啊，这选十二这。嗯。这个宽度五十二。正数转数输入 OK 后点 OK 这花样选择好后选择引塔下说这个是每个颜色代表每个沙嘴对吧对这个比如二号代表二嗯颜色代表沙嘴嗯二幺六编织模式选择这个动物段系统默认，嗯，可以，动物可以可以。动物罗拉什么都不用填吗？系统默认你看他自己喜欢，如果喜欢别的的话，可以自由选择。好好，那就不行。这个沙嘴没用了，叫他们怎么讲？这个沙嘴系统默认。嗯。系统默认它就功能就没有用了，是吧？对。这个就是不要可以插也可以不插掉对先这样好点击保存一个名称好这里这边选择一般选择一这个要打勾嗯这个打勾 这个是连接组合编织和分针、哦、这三个打勾嗯然后这个刚才选择好这边就不用再选择十二、嗯、人对然后这个是这个是嵌花的动物段带进带出的动物带进带出然后踢沙嘴这个大跟大身都动物一样可不可以有的时候会不一样也可以也可以设成一样然后提花机大面积提花各种根据自己需要的更改的然后自动处理升级这个新的默认唯一领嵌花是默认对这个也根据实际情况这个是要不要打勾？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八六十九是自动翻针，这是什么意思？就是碰到那个色嘛，它会自己自动翻针去。那、我那个鼠标在这边，你拿着鼠标去。这个地方选择零。这也是选择零撞针翻针避免针撞针忽略针数对嗯然后编制撞针忽略针数也选择零上一页没有什么东西了吗这个没有然后就是哪个自动动物分呢这个，这是自动动物分呢？这是第一个是这个那个自动动物。紧调木功能关闭。第二个是拆分动物什么玩意儿？这个如果这个要需要
紧胶木的就打勾，不需要你普通胶木就选择在打勾。自动镀木分。那我们做嵌花需不需要紧胶木呢？就看实际情况。哦。其他线，然后就是安全针数。嗯。这边一般按针型的1.5倍偏，嗯，这个偏18对不对？12针。对，然后最大停放的最大针数比安全不同刀位安全针数少2颗，这一般看实际情况填4个。这个这边也有关系，但是这边要看实际的花型。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就是它2把沙嘴之间的按前针数。哦。就要看实际花型，比如说2个花型，你拉一下它那个。那我们这个花型呢？这个花型。这没有同轨的，都是不同。哦，那刚才说的是同轨的是吧？对对对，都是同轨。哦。提花怎么讲？提花先不讲。这个就显得吊木。嗯。连接方式吊木，这个先。前板。先自，看看实际情况。嗯。这个选择吊木编织，边缘颜色，不一定是边缘颜色，这个也要看实际情况，一般看实际情况去那个自动吧，先自动行不行？对，先自动，单行模式，这也要看实际情况，如果碰到单行模式回机头回不过去的，选择这个1:1。这个1到20是指单行模式的宽度，比如说大于20的，你就可以填大一些，填60，根据实际情况那个。单行这个60代表是什么？针数还是什么？对，针数，这是针数。比如说单行模式超过了20支针的，那你填20就没用了，要填大一点，根据情况填大一点，它就可以了。然后，允许替代沙嘴打勾，然后。尝试速度优化档的，这边3啊是吧？这边一般我们都填3。嗯，这个是正常选择。嗯，这边打结方式一般选择空，不打结对。嗯。带入分段编织，打一个勾，其他现在 OK。嗯，然后你编译吧。它就自动已经在编译了，点 OK 它就这样就编译，算编译完了。你那里有问题呢，你把它处理一下。我要反编译了才能看出来。哦。这样子就是上机头，像这样子就是有实现了。你看哪里有问题？刚才那里。这方向不对，这是带沙出去的，这样子就是到片子中间有细线，但是这样子就要去处理一下。嗯，你像这样子就刚才说的那个方向不对的，它二号要进去的，它这边要过去的。好，那你能不能现场处理啊？现在，比如这个方向是进去的，嗯，我们要让它。往外支的话，这边处理不到的话，就是填辅助层。OK。
是什么意思？怎么又回来了？没有，刚才那个多贴了一个针。这个要更换方向的话，在那个辅助层，100代表向右，200代表向左行。你在哪里贴的100、200？辅助层贴。嗯。然后色码是下面的，色码是下面贴100、200选择。然后，比如说原来是向右的，我现在向左贴个200。编织完之后，100那个花型纱水没有回到原来位置。这个到时候他们看不懂。嗯。W002没有纱嘴，没有回到起始位置。这个是什么问题？编织完之后，花型杠括号11纱嘴没有回到起始位置。W002是什么意思？这是报警编码，这是纱嘴没回到起始位置。对，也没说几号纱嘴。找到了吗？更麻烦了，我要不要关了重新弄？你重新弄？哦，没有，是上面这两个没不要的那个3个5，系统带。你把它擦掉。这样子。好，然后你导入。插入 U 盘
导入到 U 盘里面点一下、这个、是吧，对，点一下这个按压划分的、或者说这样点，要不要保存起来、它已经保存，刚才我已经保存了、这一个怎么叫发送，这个发送、对，选择一个 U 盘也可以，对对对，选择自己 U 盘，对，你选一个 U 盘点一下，这有 U 盘有吧，有，对，这样好了，两种方式，好了，就结束。